来，咱们打一架，你个管家正在赛锅聊枣，还好意思瞧不起我。两个人吵架，其他人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只有方存生一个人着急。哎，别吵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都少说一句。哎，别打别打，打架多伤感情啊。哎，小莲青青，你们赶紧管管呀。管什么管，这一路上无聊的紧，正好有个乐子看。娄毅侧着身子护着穆纯青，接着投喂。南枝一边吃一边看得津津有味，直到吴宇飞出的一根针一下子扎在了穆纯青正要吃的炸豆腐上。坐下。小师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二师兄，出什么事了？徐平是他们中间最稳重最不爱惹事的人了，今天他不仅吃饭走神，还故意找茬跟吴宇打架，肯定是出什么事了。没什么。二师兄，有什么事说出来，大家一起乐，不是，大家一起解决啊。二师兄刚才出去可是碰到了什么人？见徐平还是不说话，明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就要走了，有些事或者是人错过了，可能就一辈子都遇不到了。刚才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姑娘，很像我娘。